那我再来上一遍啊！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！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！不听张北广张伯伯胜利的时候说好了，每年都有盛况。瞧瞧你吧，你能不能当着全村人的面说一说村里的景象吧？就这样吧。我横跟做的，哪个跟我落花肩膊？我要乔家全要住了。怎么说的？没说通。你是叫小玉吧？是啊，我是叫你老婆。啊啊所以我们要多做善事，来生才能得到解脱，懂不懂啊？羞羞妞。